尿酸高的原因。张威，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。身体内尿酸升高的原因它是两个环节哈，一个呢就是尿酸生成过多了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尿酸排泄过少了生成多排泄少，最终呢可以导致血里头的尿酸升高，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当然呢，尿酸生成过高呢，其中呢，内源性的生成，也就是我们说的身体正常代谢造成的是一种生成，是占主要的。外源性的这种生成，也就是我们说的食物来源中的这种食物造成的这个尿酸生成高，占了很小的一部分。总的呢来说呢，就是生成高排泄少，都会造成我们血尿酸升高。专家提示：一、尿酸升高有两个环节，一是尿酸生成过多，二是尿酸排泄过少。二、血尿酸升高会对身体造成一些影响。三、尿酸生成过高中内源性的生成是占主要的，外源性的生成占了很小的一部分。四、总的来说就是生成高排泄少都会造成血尿酸升高。